有时候你会感觉喜出望外，然后有时候你又会感觉惊恐万分，然后整个过程中你就好像在穿越时空，因为时间跟空间就是对我们在梦中的人都没有意义。嗯，我觉得梦就是一些平时堆积的情绪在睡着的时候的一种呈现，只是呈现的内容不受自己的控制。你说梦是真实的吗？梦就跟青春一样，它看起来虚无缥缈，但是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，而且那种复杂吧，就是你永远都忘不了。I'm sorry.